点三六五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话语、爱和恩典里面。再说一遍，不是我，是我们。我和我周围的人能够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福气。借我赐恩福，上帝要借着你把我们周围的人一个一个都带到神的恩典里面来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，我回头看我自己过去的日子，或者直到今天，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，也许我们成为基督徒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却始终没有把我周围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。我相信那里面有一个理由，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、不在乎他们，而是我们对整个圣经的真理了解的不够清楚。耶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他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讲两个人，有一个人是一个财主，有一个人是乞丐。他在告诉我们是说，不管你这一辈子像一个财主一样什么都有，或者像一个乞丐一样什么都没有，不管你这一辈子过得如何，任何一个人都要面对生命的终战，而生命的终战死亡。圣经上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那个审判不是审判你这一辈子的成功成就，你这一辈子赚了多少钱，这一辈子事业如何，家庭如何，婚姻如何。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说，我这一生有没有跟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因为爱而来到人间，神来做人的耶稣基督，有一个真实生命的关系。而这个生命的关系决定我们是在永远的福乐，那个永生永远的福乐里面，或在永死那个极其痛苦里面。如果我们真知道是这样，我们对于我们周围那许多还没有认识神的人，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，我们会不忍心，这个我这么爱的人，将来他怎么可能，我看着他在那个极其痛苦里面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能够真真实实对圣经的真理有一个全面的、完整的认识，不只是信耶稣得永生，也包括那不信的呢。将来如果我相信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永远的死亡，不是人死如灯灭，不是哎呀无所谓，那是他的决定，是如果我爱他，我怎么可能看着他走向那个极其痛苦里面呢？而这个比喻，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还有后半段，那个在极其痛苦里的那个财主，在那个永远的火焰里面极其痛苦的财主，他在 那个痛苦当中，他讲说，我还有五个兄弟，我现在这么苦，我真的在这个真真实实的体会那个永远的死亡那个苦里面，他说我还有五个兄弟，这五个兄弟他们也不认识神，你们赶快差派那个乞丐，让他回去去传福音。但是真理却告诉我们，到那个时刻就来不及了，到那个时刻就来不及了。能不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，能不能够把我们周围的人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来，这是我们这一辈子的特权。只有这一辈子我们能够有机会，有一天当我们也离开的时候，不要带着一个永远的遗憾。那个永远的遗憾是，我知道我往哪里去，可是我所很爱的那些人却跟我没有走在同样的一个祝福里。我还有五个弟兄，那个在永远的火里面极其痛苦的那个人在那里喊说，我还有五个弟兄。今天我也求主对你对我说，我们周围也还有五个弟兄，那个五个弟兄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，那五个弟兄可能是你每天一起上班的那一位，那个工作亲密的伙伴，那个五个弟兄可能是你的配偶，可能是你的孩子、家人、同事、同学、邻居，那些人是你所爱的，是你所在乎的。今天把握还有今天，我们仍然有机会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不灰心的祷告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不止息的、不停止的爱的行动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你如果真爱他，你如果真相信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这些真理，那么认真的把人完完全全领到神面前来。